要唱《芳华绝代》，我觉得我们看一下之前的视频。好啊，好啊。王朝外的雨人沙发，谁来跪拜他？太霸气！朦胧若我掌中刀，他们的微表情都好到位。镇定。哦，你看这个眼神，看一次经验。就拍的实在是太好了，放在现在的舞台上的话，可能很多人一个是表演不出那种状态，一个是不敢那么表演。是的，这首歌是我选的，第一反应就是这歌太好了，下一点就是它很挑战，那我们要挑战吗？我还是喜欢做有一点挑战的事情，我们在表演上也要更敢一点。对，这首歌真的就是演和唱都得有。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抓一些，比如说刚刚那个，就是比较贴的地方。你敢不敢抱一抱？刚好跟那个歌词也是合的。《芳华绝代》这个选曲绝对是高风险，因为原唱张国荣、梅艳芳确确实实感觉跟这首作品已经浑然一体了。绝唱，两个天皇巨星，他们最后一次同台选了一个无法超越的舞台去对标的话，我会替他们捏一把汗。知道它是有挑战的，有难度的，但是你就会觉得哇，那一座山好高，哇，那座山好漂亮，我想上去。对，就是这种感觉。欢迎祖儿，欢迎贺野。听说二位之前就已经有过合作。对，央视的跨年晚会唱了一首万水千山总是情的一个串烧。吹散也有天注定，不怨天不怨命，但求有山水共作证。哇，还记得。记忆太深刻了。加油贺爷，加油加油加油。嗯，太好喝了。我如何演啊天下，王朝外的伊丽莎白，谁来跪拜他？梦露若过掌中高雅，何来绝世佳话？红颜祸水今上天花，有你当真倾家。唯独是天之国色不可一世，天生我高贵以来到底，天道众心摧毁不快收，你做我的马。苏菲亚，男孩就会懂啊。如能获得巴独亲一下，只踏别对跨。怕你什么青黄清白，来生放我之下。能何掩星等人拍马，胜过漫天烟花。为了是天之国色不可。
心不敢碰一碰。绝了绝了绝了，来我们掌声响起，送给张靓颖，送给刘柏辛。我觉得 Lexi 在我看到的所有的同龄的女歌手里，我认为她是最棒的。谢谢谢谢碧晨姐，谢谢。她有一种很蓬勃的生命力，最本真的能量。对，是的，靓颖姐她像个定海神针一样，你知道吗？因为就有一种感觉是你在一个很美好的名胜古迹里，然后你看见他们俩，你知道你带不回去，你想要用肉眼记下他，然后把他记在心里，这种感觉。对，我觉得这歌本身就是挺有难度的，嗯，又是粤，要学粤语，然后还有英文，然后还要说唱，然后两个人还要一动一静，这两个人明显是用了很大的心思去把这个设计好，又是一个视听盛宴的感觉。谢谢文文姐，谢谢。这首歌既然是一个那么大的一个经典，是否有珠玉在前，今天在这个舞台上做一些改编，会有一些压力吗？非常有压力，所有的压力和决定都发生在好像就那一分钟。是的，就那一刻我们同时都有过纠结，但是又毫不犹豫地选了这首歌。因为我们当时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会觉得，哇，这个真的是那年的歌吗？我们真的会感觉听到的就是现在的歌，跨越的不只是时间，跨越各种各样的情感，就是你过再多的时间，你仍然会一听你就能知道他要做什么，而且你会觉得他就在现在，他现在就在。然后那一刻我觉得偶像的另一个力量蹦出来了，因为他们就是那个年代很赶的人，所以他们能走在时代的前面，所以那一刻就会觉得你敢不敢？敢。但是甄姐其实是一直把所有的碎片全部都在她脑海里面已经排练过一遍，然后她才把这些 idea 大概我们就去聊了一下，所以才这么快。跟甄姐这一次合作也是让我觉得特别有安全感的一次。对，对我来说这首歌就是经典中的经典，我觉得一般的人都不敢碰它，就是不好惹的一首歌来的。嗯，然后我觉得今天是我看过的翻唱的版本里面最精彩的一次，因为从音乐一开始我就能够感受到这首歌它第二个生命，我觉得很好看，就是我的眼睛不停地转换，所以我相信到节目播出的时候我会不停翻看。谢谢。